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这石龙狗后面狗着呢，混分啊！准备去死吧！无理的畜生！辅助没事。都杀不掉，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，马上就好。我想石人打会这么痛，有点夸张，这小把戏。我好像打不过熟人，我好像这玩意怎么这么猛呢？没事，你跟他慢慢玩吧，你跟他慢慢玩就行了。太脆了，简直。不入流的风格是吧？发育没事吧，长哥？没事，我可以保你。有点事，我好像不想让我视线了。你有 W 吗？没 W， 没他，他走了。我没有对手。应该朝你蹲着呀。那我两百 W， 有 W 可以上。我不确定，我靠一下，我靠一下，我不确定会不会这样，算了吧，要不，太好了。好像真的有点废物。没事。他们也双闪，双闪了吗？我没感觉。那没用吧？太难了呀，连个坦克都打不过。前面太厉害了，这扎克主要杀不掉的，就被动。我的剑准备好了。哎，搞下路把我节奏搞得好乱。喂，交闪了，扎克。单杀也缺。哎，有点伤，我操，是吧？没发育，是吧？发育应该没事。你得小心点，他刷完我 F6 可能还去抓你。嗯。拖吧，算了，拖到后面好了，前面太少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准备，锐利。好烦那熟人。我让他死掉了，死喽！没事吧？咋这么能打？拖个二十五分钟，我们这把输不了。太难打，他除了一身护甲打不动了，一百八的护甲，不大不了的，那是不敢打，不敢打架了，补刀吧，太猛了，我操！打熟人不灭金是我赢的。还行，好消息是我们下路没炸，坏消息是我们中上炸了。但这把他花了节奏不太肥，我们出点魔抗就行。
不灭点燃是包影守人的。如此不入流的风格。我没有对手。救命啊！什么妖怪装备啊？这把我们这边 AD 太多了呀。顶住刚哥，没事，有个小法师，肯定还不玩 AP 是吧？小法师感觉不够用。确实，我应该玩 AP。这把小法师输的不是很够，这英雄，这英雄输也就那样。小爆发英雄。他就帮你抓一波，他就要到了。那可以走出去。没得办。不要犹豫。烂掉了呀！我操，这小法师不回家了呀？这干嘛呢？他把我弄死！疯狂！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我也来了，我也来，弄死！他有大吗？所有人？他没大，他没大。那应该死了。你把剑推进来，应该就死了。能饶下你天使，你懂吗？怎么不跳呢？没事，刚刚拿人头对吧？你应该可以 C。这也称得上是扎克，扎克，扎克上来。预备。还行吧，对吧？没控小龙，没什么龙的压力的。四大三感觉都赢不了，现在。他一身护甲，三百的护甲。你跟他耗着吧，你先耗个两个套出来吧。我去把先锋给了，我去把小龙拿。先锋给他们打兵。不是我不拿，拿不了啊！这先锋打不赢他们。跟我耗着的，不要犹豫。A summoner has disconnected. 坏了，什么情况？我就好好翻阅着。哎呦，你的卡平 A 的，收人 TP 了。啥呀？好，卡一下。他踢哪儿啊？收人踢这，应该是踢这了。这也称得上是。应该没事，你推线吧，应该干不了啥。就是我的小法师杀。闪现创的，这得有多恨他？闪现创。没事，拖。
别人也尝试过，但只有我成功。还行，那拿钱把小龙拿了，说吧，对吧？来一下四亿分带。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要死呀，姐！把他们四龙不了的。咋突然这么困呢？那得困的我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太困了，马上就好，不知道咋回事，困麻了。刺穿他们，耐得很，这东西杀不掉，是不是？但他应该没闪现的。哎，他想能把这个比杀了。哎，搞不定，太恶心人了！快，差一点。开始换了，开始再换一个吗？还可以，这塞纳的。没辙没辙没辙，傻逼英雄太弱了，打得我恶心。别急张哥，他们会送的。不过对面没什么闪光现在。太难顶了。对吧，我们只要能撑到后面，他们就那个。我一下被所有人单爆了。太诙谐了吧。这把确实刚刚不灭神分剑指，有点蠢了，有点太自信了，想乱杀对面。还行吧，你两件套应该也是优势打他，两件套之后打的还是打得动的。等吧，我们在塔下等就好了。这把你就你也不用管我们，其实没什么好机会，你就不用管我们，就一直偷就行了。他们越我们塔，他们应该会送的。就投篮，元气我们的正能量主播，我们都是。我看你爸妈队友，太有意思了。顶了个威沃的艾迪妈队友是吧？哎，来来来，哎我操！哎，这什么呀？都疯掉了。打小了，哎呦，他怎么打我这么多啊？太恶心了！哇，他怎么他的为什么他的这么肉啊？算了算了，不玩了，没得打了。我的岗哥，哎，这把应该玩 AP 打野的。太折磨了。